射手座，射手座的女生长相上面不是很惊艳，但绝对是那种越看越美，让人着迷的那种类型。射手女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都不会向困难低头屈服，而是迎头而上，把困难解决掉，往往在事业上能够取得骄人的成绩。射手座情商很高，处事圆滑，能够和身边的人搞好关系，给人一种很好相处的感觉。感情上，只要他们认定了你，就会对你一心一意，面对外界的诱惑再大，也会坚守自己的内心，不会做出背叛另一半的事情。处女座，处女座的女生个个长得漂亮迷人，娶她们做老婆，带出去绝对很有面子。处女座的女生不怎么爱发脾气，性格很柔软，许多事情能忍就忍了。处女座的女生事业上做得风生水起，工作能力让身边的同事感到望尘莫及，许多艰难的任务都会轻松完成，很受领导的青睐。在恋爱中，处女座的女生不在乎对方多么有钱，只要是真心疼自己，考虑到自己的感受就可以，希望自己的另一半是个大度的人，能够包容自己的一切。白羊座，白羊座的女生就是一朵带刺的玫瑰，不会让你轻易接近他们，一旦你的付出换来了对方的真心，你就会对白羊女有个重新的认识，觉得他们也是很好相处的。白羊女有点以自我为中心，但是能够很好的把握那个度，不但不会让别人讨厌，反而让自己魅力大增，大大增加了自身的吸引力。白羊女有时候也会做一个小女人，在家里照顾好小孩，伺候家中的老人，没有丝毫的怨言，是男人的典型贤内助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